大家好，我是热爱中国历史的小超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历史小故事。你们知道吗？华夏民族人文始祖伏羲，他是中国有史记载中最早的王，被誉为三皇之首，其历史地位绝对无人能及。伏羲生活的年代正处于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时期，他做渔网，创八卦，建婚配，兴部族，他是有大志的思考者和发明创造者，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，因此被尊为三皇之首，百王之先，文人始祖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，受到历代华夏儿女的尊崇和祭祀。热爱中国历史，上人人动画网观看中华上下五千年全写实的人物动画制作，高度还原的历史全貌，带你跨越时空，见证历史。今天的历史小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小超期待和各位下次再见。